哦，这个小的是吧？这像这种类型的。餐厅，餐厅。喂，回不来，现在货都回不来，你也知道，现在疫情严重。 我给他还3000就行了，你把它剪开一下就好，就给他连。这个，哪个？这个要多18块最低价。18块钱。18块钱，那个20的。5米的拿一个。5米的拿一个。查一个呀。你这一查一个，本来就是四个，这个70。 这来了，大家都害怕噻，就说来了一个王炸，把武汉汉这些都炸熄火了，所有的商铺都没生意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两天那个走进走也好多了，好些好多了，这人流量也多了一些。对，那几天完全没生意。对，疫情现在稳下去，天加上天气好的话，我相信能卖出去，最后十几天，现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看吧，但是还是比往年差些，现在好多像现在酒店，还有大型娱乐场所都不能这么样那个的，还是有影响。 他们就不能消费呀，别人也不能去消费他，他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布置啊，也还是有影响。这是第一，这做20年来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的。 以前都是很做的很顺畅的，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就把生意搞差了，没人上街买东西嘛。要是那个疫情那个结束的快的话，就是一年就恢复的很快的话，生意那个经济起来了以后还可以做。要是经济起不来就不想做了。 他做了亏本了，谁愿意做啊？是吧？中国先加，中二先加，11，现在能减到减成归档高的房间有吗？都量的。有。来的。这个这。多少钱？30一个。这还有这个是。